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man。 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这款游戏，算是老头的童年啊。如今它出到手机版本上面了，那内容是如何呢？啊，老头也是第一次接触，也是今天刚好可以下载这款游戏。早在上上礼拜吧，还是好几个礼拜之前就已经有那个预约下载了，应该是说预约注册啦。那今天终于可以下载来玩了。那这款游戏呢，诉说到老头国中的时期哦，每天下课五点下课还四点哦，马上冲到网咖，就是要包三个小时，就是要打流星蝴蝶剑。这款游戏当时在老头那个时期算轰动一时啊，流畅的打击感啊，武侠的那个题材，然后还可以飞檐走壁，然后各种神兵利器，每一个武器都有不同的招式表。哦，就各凭本事看谁怎么接，可以接到最强。那个时候外挂其实不是很盛行哦，所以说大家都是非常的在专精自己喜欢的武器哦，比如说大刀啊、匕首啊，或者是纸虎啊，哦，然后后来就延伸的就是什么核弹厂啊，有大锤的大爵士，类似丢核弹的一种那个动作啊，那种东西都算是我们当时才会有的专有名词哦。什么核弹厂啊，禁暗武啊，就是暗器啊，就是禁止使用那种毒飞镖偷袭别人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很狗。要么你就是直接啊 one by one， 不要在那边有的没的。然后每次要打的时候，都会两个人跳到面。每次要打的时候呢，都是透过那个肢体动作，两个互相凝视，然后呢会有那个什么指令，忘记是按什么，然后写说过招吧，哦，然后如果你打赢别人。你还可以直接写成浪的啊，或者是直接再打一句指令，说什么什么什么，反正就是类似，有点类似像是武侠里面才会有的哦。您其实也不烂啦，类似那种感觉啦。哦，反正就是当时真的就是很好玩。哦，那个时期的老头真的是很迷这款游戏。当时的游戏盒子我应该还在吧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分享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哦。哦，画面一开始，欸，可以切换性别，哇，为什么要拿扇子啊，妹子？我觉得我们就直接选男生就好啦。好，我们直接进入游戏。啊，男生角色，欸，直接就这样捏脸哦，他是以我这个男生为主，锋芒未知哦，请稍后。好的，哦。有剧情，飞鹏宝镜第十师，孤狼叶枫受孙玉博胁迫，哦，要前往刺杀飞鹏帮主万鹏王，哎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哦，鹏飞必长空，可以，万鹏王今夜必定在此，好的，可我这一去，祥儿也要成了孤狼。哇，他一去他就要变孤狼啦！哇，他这个画风很像周杰伦哎，他叫叶枫哎，没时间犹豫了，这是最后的任务。行，怎么到？进退有则，攻击中不能随意闪避，请少侠多加注意。攻击时点击闪避效果，切断收招啊，刚才输入的闪避可以切换收招，哎，是这样子啊。下列关于闪避的描述何者正确？攻击时可以随时闪避，说走就走；攻击结束闪避才生效；缩减收招时间，是这个吗？嗯，移动角色，行，空白键是跳，哦，空白键是冲刺。哦，哦 ，skate， 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我有碎哦，可以哦，呜吼，哦，直接改成这个样子哦 ，Oh my god， 行哦，第二招是什么？行，一连击，而且我拿这个感觉不像是以前的长剑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圣甲虫。哦下一，右键重砍，追击敌人，按 G，
按 G、我被射一箭了。哎呀，下雨！还有斩那个斩是什么意思啊？哇，那个刚刚显示一个斩字是什么？这东西？哇，你朋友刚就这边被砍，然后你也不帮忙，这样子很可以哦。他刚才出现一个斩，我都没按到。再一次，吼下雨，没射到，冷。快点出现一个斩字，让我按啊，看看出现什么效果。这可以捡吗？可以耶，打开三个宝箱还有成就。斩！哦，快死，可以一个终结技哦，这么屌、哦。哎呦呀！我要怎么直接锁定啊？那个是无锁定的、欸，无锁定。嫩，好，万鹏王，一个人来挑战本王，算你勇气可嘉。可你难道没想过，村老儿此举，明摆着就是让朗诵死，是又如何？是又如何？我本来就无意活着回去。我本来就无意回去，但今夜就算死了，但今夜就算死了，劳烦你陪我走趟黄泉，也要劳烦你陪我走趟黄泉。这世道居然还有死士，不是史特吗？我看那个史特二，王这就成全孙老儿，把你的命收下了。哎呦，哇，哎呦，这个万鹏王好屌啊，萨诺斯啊，哇，死给，哇，这怎样？晒啦！我要打这只老鹰，哦，不是，我要打这只乌鸦，乌鸦吧。我飞走了。What the fuck？ 我靠，还真的，流星蝴蝶剑哪时候变这样子了？这流星蝴蝶剑哪里变啊呢？打他头！喂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哇！攻击，到底有没有打到啊？有！哎呦，戳嘞，戳很会哈，重攻击，而他有血量，我看到在右上。我有个怒那个怒可以按了。他干嘛？哇！哦，我的血在上面，怒！耶！哇，这么痛啊！这个怒可以这么痛 ？Oh my god！哇哦！结束你！喂，还好我闪避了。哈哈，击败了飞鹏。再会了，去当烤小鸟吧。去当烤小鸟吧你。啊？啊，那他化身为飞鹏啊，然后放了一招，不知道什么。哇！一起死了啊！要死一起死的概念，果然共赴黄泉啊！不失血，这还有那个几颗星、几颗星的这样子，完成！哇，拿了这么多东西，经验、银两、初级剑法残卷。哦，一定就是收集几个残卷，然后类似于收集几个碎片可以升星这样子。哦，通常手机游戏前面的试玩都是给你先一个等级很高的一个角色，让你去体验他的技能跟他的那个华丽的一些招式。之后呢，再就是借由一些游戏的这个推展哦，比如说重伤啊，导致你的元气大伤，必须从一等级开始练。不好意思，大概就这个样子。石破天惊，在宗师以外玩法一级造成单体1000，三小孩子，属于你的故事才刚开始呢，去吧。击败看门鬼，损失血量不超过70。啊，他说孩子，可是我选的那个男主角穿黑衣服的那个忍者嘛，是不是那一个？好像是。
怎么那么小声啊？你的声音，那也太小声了吧！我天啊，那人一定有万事大吉啊！哦，开靠开靠，来人啊！狼口那边有个快活灵，全部冲过去看了。我有点想要调一下游戏声音呢。哎呦，拿上这把剑，叶翔，现在出去。内功传音，内功传音，我还给你内功传音啊！我是谁？你终究会知道。我是谁？可逃离这里，我是另外一个你。呜呼，帅！没接到就好笑了。哦，这款游戏就 GG 了。行哦。来来来来，那我来调整一下我们的游戏声音哦，不然呢实在是太小声了，行不行？好，其他的我就暂时先不管了。上啊！哇，这是谁？女忍者，好正哦！哇，你看我的等级全部都降低了。嘿嘿嘿，我操！哎呦呀，干什么东西？来一个箱子，哇，帅哦！你看我连技能都没了，我连技能都没了。哎，女忍者，要不要来约一下啊？看你这么操劳，我来帮你按摩一下。轻级之后可以接重级，招式不同，好哦。嘿，嘿，叫叫叫！哎，真的哎。那重级再加轻级呢？哦，都不一样哎，跟着你的金色蝴蝶走啊！金色蝴蝶啊，我怎么看都以为是那个圣甲虫哎。喂，这么一个。哦，重级之后也可以接轻级招式。重级。嘿下雨，嘿下雨。他这还是没办法锁定，哎、欸，可以啊，明就可以锁定，按 R 是锁定啊，按一下锁定一下啦，哎、欸，大概知道怎么操作了，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玩的、欸，目前为止觉得还挺好玩的，就是。那，哇，他的东西飞那么远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这是什么。靠近蝴蝶，点击，哎，触发，然后呢？哎呦，我知道这是什么了，这有点类似像是《暗黑破坏神》里面的那种 buff 祭坛，点下去会增加你的能力。可是他这边没有显示你的能力效果的那个图示哦，目前没有。干他不？飞檐走壁，哎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可以哦。哎，啊，如果这样加右键行不行？他只能加左键，左键就是那一招地堕。地堕之术，噔噔噔噔噔，进入动画。哇哦，这一定是用紫虎的看门鬼。来啊，来啊！一扇密门。哎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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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啊，啊是啊，啊是啊。哎，怎么没吃？哎，透过攻击可以削减敌人的血条下方的护盾值。打，好，打断了，打断了。正合我意，行。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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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是哦是哦哦是哦哦是哦是哦是哦。呜呼！结束。出口快到了。多亏这帮快活灵的帮手。Yeah。
快活林，好像在哪听过，好像在哪听过。他该不会失去记忆了吧？哇，帅气！一定要这么中二吗？那个小兵也真的白痴，你知道吗？这都全部套好的，你看得出来啊，绝对是套好的。哇，我老公吗？少主，少主，一路上你们都在叫我少主，都叫我少主，这究竟是怎么？果然演诗意句。你难道不是叶翔？我曾经是，不过就让叶翔这个受尽屈辱的名字死在老。哎，他知道他自己是，然后却不知道自己叫少主。穿一下，他到底是人格分裂还是怎样？哎，这才是我，我取名字啊。好哦，叫什么？好，就一样叫老头好了，好不好？欸，靠背啊，差点按错，吓一跳。不然差点叫老头 OL。行哦，确定。啊，名字需要七个字以内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很简单啊 ，All Man 嘛，行不行？你的名字包含敏感字 ，O 是敏感字。哇塞，已经有少侠使用名字，不能加英文是不是？欸，可以欸，老头 YT， 从现在起我叫老头 YT 哦，是我取啊，是我叫老头 YT， 我不叫做叶翔了。不管你想叫什么，我只叫你少主。这是规矩。我叫梦星魂。哇，原来你是梦星魂啊，你整形啊。欸，梦星魂是我们以前那个流星蝴蝶剑的男主角呢。他以前是穿绿色的衣服，为什么现在换蓝色的啊？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以前早期流星蝴蝶剑梦星魂长什么样子。而且他以前我印象中他还是绿色头发的啊，怎么变成黑发了，整个被改版了。梦星魂变成配角了。哇！系统解锁快活林，离开这里，然后呢，点选快活林。此处是我们平常习武之地，跟我来。哦，可以练习啊，使对手生命低于20%。这边有点类似像是新手教学版本啊，好像是欸。哦哦，这个腿，哦，是谁啊？哇，妹妹，天气很冷哦，不要穿这么少哦。我看起来超级草包的，高大高老大。活林的长势高继平。哦，高继平，你就叫我平姐吧。平姐，客套话就到此为止吧。先说说，为何你们都一口一句少主的喊我？对啊，你看很奇怪哦。他之前刚开始在打叶翔身份说话的声音，完全跟现在说话声音是两个人哎。别急，我现在便说与你听。正如你所知，三年前，你爹叶枫还是孙府的臂膀，而孙玉伯却为了一统武林的野心，将你父亲视为弃子。弃子。他以你的安危相逼，命叶枫刺杀万鹏王。哦，那是他爸啦。救你，即使玉石俱焚，也要达成任务。竟然如此卑鄙！竟然如此卑鄙！是很卑鄙，但这步棋下得漂亮。仅仅一夜，江湖势力失去了平衡。仅仅三年。仅仅三年，孙府在武林已经一手遮天。你们快活林究竟是什么？又不是我们快活林，而是你的快活林。我的快活林，快活林啊，就是你爹创立的。哦，他倾尽财产收养江湖上流落的孤儿，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原本温情脉脉的快活林，温情脉脉，在失去了叶枫之后，充斥着悲伤、愤怒与憎恨。这里，快活林变成杀手组织。终于，叶枫不只是你爹，对我们来说。
叶叔也和父亲一样，所以我们立誓，总有一天会让孙玉伯死在我们手上，哪怕付出再多代价。代价？你们？前些天我收到密信，才知晓你所在的位置。这些年让你受苦了，少主。嗯，反正孙玉伯的性命我不会放过。现在又平白多了个姐姐，平白多了姐姐，来个妹妹吧。少主这个称呼，我就先认了吧。来个妹妹好不？你果然是叶叔的血脉，才几句话就能让我安心。哦，是哦。那么，先来帮你回忆战斗的感觉，正合我意。好，终于。高手与莽夫最大的区别，便是战斗的节奏，不可一味的攻击。好，现在去试试看吧。好，好，进攻他的护盾值。通过不断的攻击，啊，不让我，哦，有了。欸，他这招根本就是匕首的那一招啊！当敌人受伤倒地时，靠近敌人，待轻击图标变成追击标志。哦，会变追击标志啊！倒地，倒地啊！追击，追击，哎，有。敌人有护盾指使，他的攻击无法被打断。我给你安排了个对手。好，来。哦，被砍的靠腰，你受伤了，要集中观察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我知道。快快快！怎样？闪了哈？哎，追击，低于20%。那。我会闪，会闪，只是我贪刀了，好不好？快活林附近似乎有孙密报处手下带了很多手下。等等，星魂。好，要让我自己去。来得好。哎呦，来得好，刚好我想要插他们。哇，胜利！这什么东西？明史金牌吗？那个战斗视角。少主，请随我一起回去吧。哪里？生前记录，主线任务，这游戏的主线任务啊！江湖事迹领取，好的。然后呢，再领取。接下来干嘛？哇，竟有人在那边抽东西哦！哇，氪金，氪金，氪起来，氪起来！几平，祥儿和快活林，日后就要多靠你了，多靠你了。叶叔，叶叔啊！积攒的稀世异宝也一并托付给你了，让祥儿证明自己可独当一面。祥儿，渐渐由你转交给他。爸爸，日后若有难寻的物资，去找我的旧友沈老板。沈老板，他的奇珍楼无所不卖，无所不卖。要拿回你爹寄在我这儿的宝贝，你要先完成他设下的历练任务。不过相信对如今的少主来说，都是小菜一碟。哦，几晚就可以拿到他的宝贝了。急需的材料，不妨去奇珍楼看看。奇珍楼，行哦。这不是打完了吗？为什么又显示四支舞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可以打几次这样子啊？哇，哦，还有挑战版本的，哎，欸，这我都打完了，啊，全部领取。哦，他这边还有很多挑战啊，了解了，可以哦。来开战，流星孤魂，流星孤魂。把这个换上。少主，把这个换上。少主，这什么衣服？黑的像用。这是规矩。规矩。夜里，我们快活林杀手会穿这个，轻便一臂。你们快活林规矩真多。你刚才说长夜，长夜又是什么？
有很多人要宿命的夜晚，哦，就像今夜一样长夜。哦，我换上这一身装备了。向前搜索目标，如果赶到棘手，点左侧什么？啊，我来不及看嘞，靠腰嘞，算了，随便。噔噔噔噔噔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一开始就插我，插三小。哎、欸、啊，为什么？哦，还有江湖救援是不是？啊？江湖救援，我才不要江湖救援呢、啊！斩！我一直按到 R， 哎、啊欸，还没死，快死掉可以直接斩啊！射屁哦！他的斩击只有一招哎、欸！啊！哎，你什么人？哎，什么人？旁边打那么大声，没有听见？你超强！耳包！耳包你！果然是耳包，真的是耳包，不能打。走哪里啊？跟着蝴蝶走。蝴蝶说：“这里就这里。”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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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谁啊？噔噔噔，夜刀卫。我要拿大刀的。我的招式有点怀念啊。怒！啊！哎呀！我不知道讲什么。哎呀！下雨。嫩嫩嫩嫩，喂喂，哇吼！干什么东西？趁胜追击啊！追击啊！我擦！喂，嫩 ，good， 嘿嘿嘿，胜利！好，打开两个宝箱，可以。哦，行哦，还不错玩啦、啊，我觉得。又有一个游戏要开始继续弄了，开个礼包。好啦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结束哦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啊。这款游戏呢，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，就是。这个 IP 蛮强大的啊，那游戏坑不坑呢？我觉得这个就看各位自己去斟酌了，因为目前这今天才刚开始啊、坑的程度呢，我现在没办法帮大家做一个分析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们喜欢，自己去下载哦 ，iOS 跟这个iOS 跟那个什么，跟这个安卓都有这个游戏哦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就下载吧，好不好？今天频道到，如果喜欢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帮留言，我是老头。我们下一集有机会，流星蝴蝶剑再见面了，拜拜。